嗨，欢迎回到第33集，就是那个准备改车，因为我要抢一台车，准备撞出去。我想大家可能都选这台，因为离那个改车场比较近，没有比较好开出去吧？没有，因为这台车是最酷的，我觉得啦。刑警 CJ 要改车了，这台车适合吗？这台车适合吗？帮我进去啦！不行就算了，我要给这游戏一星好评。我们等一下还要去约会呢，现在不能穿得太邋啊！没有，我是警察，你不能说我邋遢，会逮捕你。这台看一眼看起来就像可以改，它那个前面长得这么凶狠，这么萌爆，这台看起来一眼就可以改啊！如果不行的话，那我这个改车厂我就要那个把它烧掉了，因为我不缺这点钱。哎，我不是警察，让我进去啦 ！Sell。卖车厂门的老兄们，可以让我进吗？好，我们那个上网用一些骇客技巧，发现不是在这边改，是要去另一边，因为这边不适合我们来。这边是改平民车的，我们里面偷的车不是那个凡夫俗子可以开，我们的 real gangster 要挑一点好车过去了，好地方。嘿，我有很重要的约会，让我进。哦 ，nice， 就你最完美。他放那个顶尖音乐吧？没有，因为我把音乐关了。哈哈，烤漆我烤成那个，哇塞 ，Oh my God，What the fuck？ 紫色好，这个比较性感一点。我可以自己选哦。那我要选更粉一点的，更紫一点，变招摇撞骗嫖妓车。你家人看到我就说不要上他的车了，他一脸就是会把你拿去卖的人呢、啊。哼哼，跟你讲，我穿警察衣服，让你觉得我不会把你拿去卖掉。哇，这什么异星？外星人大屁股排气管，外星人不要报警抓我，谢谢。哇塞，这些非法改装真的是没问题的吗？我比较喜欢这个大学怪下巴，厚道。不过想一想还是算了，这看起来比较精彩又刺激。雪白屁股真的很性感，大屁股好啊，谁不喜欢圆圆又大的 ？Thick， 通风管，这好像计程车，要插两个会比较高端一点。嗯哼。这感觉比较快，跟上潮流，就那个开车都有风声。那侧边呢？哇塞，好大一块啊！小块一点好了。轮胎越贵越好。哇 ，money， 让你知道我是有钱人，让你知道我品味很差之类的。我才不要学 Michael 他儿子乱改，我改自己的样子，我成为我自己。虽然这台车之后就不见了。哇，车辆音响。我听不到，因为我把音乐关了。只有你们听得到，因为你们自己玩可以听。YouTube 真是个不自由的地方。氮气十倍啊！耶！哎，这是我的车，兄弟们，改完准备去赴约了。Hey man， 哇，好酷、啊，好像那种随时会撞死人的那个富二代，那个富二代小朋友哎。像这样子，哇！我不用负责，哇！我初犯，可以原谅我吗？法官，像我有交警察女友，我这样酒醉撞到人也没事，耶！好，我们要去找我们的女友，但在这之前，我们现在有一点那个属于他那个乡间特质的一些产物，我们要盯好这台车，因为他随时会不见，这就是改车的 pain 的痛苦。希望我开出来你还好好的。好像乡间破土牛仔要去找新女友，相欢相乐了。当真正意义上的牛仔，他在那个农村披萨店附近，真正的 cowboy 都会叫一个真正的乡村女友，这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假装好像不小心遇到他一样。哦，那个屋顶上那个女孩一直开枪吸引着我，她到底是想干嘛？哇，好帅的蓝焰氮气啊！翻车就什么都没了呢！哇塞，不要！虽然开直升机那些比较方便，但是我们现在要为了那个我们的酷炫性，因为现在钱多到不知道怎么花了，我们人有钱就会这样子乱花东西，让那个钱比你少的人说：“哎、欸，知足就好了吧，你花那些没有必要的。你玩那个 GTA， 你就可以体会一下有钱人的快感。”啊，也不是快感，因为他们花完钱通常就会变得很无聊，这台车就放到长灰尘之类的，要不然就拿去给他小朋友，拿去给他小孩开，然后撞死了，然后再把太多的钱拿去付那个律师费，还有那个把他保释出来的费用。这些人都嫉妒我，他说：“哇塞，这乡村农田地带竟然有这种好车，赛车狂魔在这边狂飙还不会翻车。”没办法，因为我在这边在网路上看上一个女孩，我前来赴约。听说他喜欢乡下，跟我一样，我是 country 落好伙伴。
但是他还没醒，他还没睡醒，所以我先这边没有那个车可以放车的车库的地方，没有办法放车子的车库。像我出来，你不要不见哦，小妞啊，算挺好一点，但被自己的警察同事给拖走了，怎么办？哎、欸，不准偷哦，我就放在这边。我是一个准备要退休的那个乡间牛仔警察，我交警。OK， 那我们准备好就直接去那个找那个我们最可爱的小女孩吧。她在某个天台上面，就好像我 GTSA 旧版的某一集有在上面遇过。她说：“哎、欸，你在干嘛？”然后超尴尬，你在干嘛，小女孩？不知道她到底在哪。我饥渴难耐了，小姐，不要躲我。我找到了，你不用躲了。往那很高，小妞你好可爱，看好咯。哦，他看上我哦。You wanna go out sometime, buddy? 他说：“我靠，怎么这么准的独眼刑警侠、啊，还透明图腾呢？没上色。那、啊、我们待会见。哇，他算是长最好看的，目前来看的，长得最标准的。”但是有心比较重要吧，你不能只看外表吧？你说的对，对不起，我太敷衍了。我刚秀枪法给他看，就加了两颗心爱点数才会加。哇发，这加不止两点的，怕而且是CJ， 太加太多了吧？喂，你不能看到我戴牛仔帽就这么晕船好不好？这个 cowboy 女孩她会住在哪？怎么还在加？哎、欸，对不起哦，真正的交警，郊区怎么还一直加？好，男孩们看好了吗？要约女生出去就要一直戴牛仔帽，那好感度一直在加、欸。哎，我要先睡一觉了，这是不是在做梦啊？啊不，怎么一直加、啊？不要再加了好不好？自从穿这个警拿到这个警察衣之后 ，bug 无穷。然后他不加了，他舒服完，他说刚那个 CJ 爸爸走的那个哦，他终于出来，他想要再记录一次，可能一次加了六七点吧。他说这个人好帅啊，枪法这么准哦、啊！要不是这游戏有点那个滑鼠优化有点烂，要不然他肯定射得更准。我有那个拿过10几把4000锤，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啊？很高，不是不知道你喜欢会打枪的男孩吗？我这样是反指标，请不要学我。我只是那个当那个城市警察，想要来乡下兜兜风，体验一下那个安静的乡村生活。没想到遇到一个，我就一见钟情的一个乡村女孩，长得特别火辣啊！嗷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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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嗷！我是胶囊哦 ，my shoes 啊！我要先修一下车。我们那个第一次约会不能太不完美嘛？或许不完美才是人该表现的真正样子，但是我们尽可能做到最好。我记得我计程车来这边修过，好像一个礼拜前，好怀念哦。新烤漆新，哇塞，真的有修吗？请问我的保险杆有修吗？还是我保险杆没有在保固范围之内啊？还有没有长那么血烂吗？还是我那个保险杆跟后面的大屁股保险杆是那个真的用雪糕做的？它开始融化了，好了，那蛮真实的。2004年，兄弟们，哇塞！2004的游戏有这个雪糕融化系统，太夸张了。好是有借了我来他家这边偷一点好货，没有，正在那边找电锯，然后发现好像是要用什么解锁。哇，他有那个Half Life 2的那个车子。哇塞，他已经是臭，他已经大宅女。抱歉。哦，在后面一点。好，我们来约会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话可以这么多，因为我在练习怎么讲话。哇塞，城市 boy。哇，怎么坐后面啊？哎、欸，等我们要那个保险起见，我要先查他喜欢的是什么。哦，我知道了，他喜欢吃西餐，西餐。谢谢各大网友测试出来的。玩老游戏的好处就是攻略其实很好找，其实攻略都写蛮快的、啊，只是有些好像、啊、反正都是复制文嘛。不过我蛮佩服会写攻略，他们第一时间就拿到游戏就一直玩，哇，好好玩哦！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在沉浸呢、啊，但是他们很一定玩得很辛苦，要边玩边记录哎。我等一下就让你喜欢上，我决定要再去确认一次 confirm kill。好了 ，confirm 他喜欢这里，为什么你要坐后座？这样我们一点都不亲密啊！噔噔噔啊！很高兴认识你，我是那个乡间那个村姑啦。哦，是吗？我是准备退休的刑警。
最近在执行一些大任务，而且我觉得穿警察这一套还蛮适合的，就只是会破图而已，因为很像就那个现在当卧底的感觉，你知道吗？然后他妈查我这个刑警到底是谁，然后结果 ，What the fuck， 他已经想要了，你一定觉得我是个臭婊子。哎、欸，我才不会这样对你！我刚讲到哪？哦，对，我这个政府人身份很适合那个执行任务。那、欸、他妈查我这卡尔强森刑警到底是谁？然后结果查不到，查无此人！哎、欸，反正耽误了他们时间，然后他们就完全不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他就会说，卡尔强森不就只是个普通人而已吗？有前科的普通人。没有，其实现在卡那个CJ 还算蛮干净的，没有什么前科。欸，我才不会觉得你是那个不干净的女人呢，哼哼，就是你和我彼此都想要的，时间点对了。欸，其实我刚刚西餐下药了，抱歉。每个声音都要听听看，我们的那个尊重配音员呢，他们都配出来，为什么不好意思听呢？嗯，开大声一点听。我好了，哇，那我们的卡尔强森很安静，退休刑警，冷酷无情。Oh my god， 好傻哦。竟然修车厂修不好我们的好车子，那我们只好用我们的车库修自己的好车子。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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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点了，吃晚餐时间。哎、欸，为什么的保险杆颜色变了？哎、欸，厂商没有说会掉色啊。What the fuck？ 还是现在物价比升高？我现在财产其实已经是相当一般民众的那个财产所得了，他们的总财产。所以我现在只是一般老百姓，我现在应该走下去用。因为乱走路跟他们一样，没有啦，大家觉得我是那个刚进去改车，觉得哦吼烂人，你一定不值得开这些好车，故意让你掉色，哈哈哈，太坏了！你让我以后怎么敢改车啊？原本我很喜欢他那个雪糕色，还有这个雪融化，然后里面就长这个鲜红的样子，撞死人的一些鲜血。美女约会，哇，他有那个哦，我发现这个好像没很难看，还是每次进去颜色都不一样。你有发现它上面有一些雕刻，很像那个 PewDiePie 那个斑马纹那个渐层，很像弄把墨水融到水中的那种效果。哇、wow ，他终于肯坐前面了，哼！自从第一次我喂他吃一些春药之后就，就啊，我没有你不行，我没有你，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啊？这个世界一无所有。哎、欸，不要再跟踪我的那个交警。这不是你们那个交警的那个控管范围，真的念交吗？我查一下。啊，对，念交，差点就要丢脸了。他爱我，吃顿饭就跟我那么开心了。哇塞，钱越多爱越多。呜呜呜！哎，等一下，这个女人又会害我胖哎、欸，谢 man。算了算了，我们要怎么减？现在也减不了。Fuck man， fuck。所以干我的身材之后就真的变退休刑警了，你知道吗？越来越胖。变在办公桌办事都不出去，然后都不接案子，因为想把案子压下来。好啊，至少不就不就应该会瘦吧？才不会了。哼哼，我应该花钱跟你，已经花吃饭的钱。嗯，我是要同整一支影片說，说哪些女友叫声最好听，从最后一名到第一名。最后一名一定卡特琳娜，因为她垫底，其他女生就不用太担心。哇，每天都在变色耶，好吧，算是 RGB 的那个、啊、RGB 的那个保险杆。哇塞，赚到了！我想说他把我当什么穷八蛋，会掉色，结果不是，就是现在变得更丑，我现在更后悔。每天出来都不一样。嗨嗨，哎 sexy， 又坐后面了。我们之间的隔阂，因为你坐后座，我们之间的隔阂是多么的遥远。你一个小小的动作却伤害了我的心，我以为我们的关系已经是哦没有，我们现在还是 sex friend， 这种暧昧的关系最 yes yes yes。Not bad, Carl. You've got style. 不错，卡尔，你吃东西很有料哦。Great. You better take me home, though. 好爽哦，带我回家家。I'm not a bitch, Carl, but I don't have any friends. This is so interesting.他刚说他什么？他不是婊子，但他没朋友。啊、我刚没听清楚，因为考验音听的时间到。但他刚真的讲太小声了，不要害羞，讲出来啊！ You wanna come up for some coffee？ 好啊，你看后面的木板都傻了，刚刚天上飞了一阵子。Oh for sure， oh for sure，
For sure。就听他美丽的叫声，你就会想一下这个游戏，哇塞，那仓库开了，里面有那个一些 weapons。他是那个吗？军火商，因为里面有无限生子弹。啊，都不太需要。他可以在那边当过客军火库。你想一下，这些配音员声音很好听，是很好听，但是你要想一下，这游戏已经过了十几年了，你也觉得他们很年轻是吗？然后有些人就觉得，算你运气不好，我就吃这个年纪的。刚巴热帮对我的巴热车开枪，我紫色不要对紫色为难。哎，对我应该改成绿色才是我们过水的象征。算了，我现在以巴勒人的身份来进行约会仪式就好了。你们不要想太多，因为我们之后，你知道，我们的乡村牛仔就是来小小约会一下，来小度假一下的。我们只是当他以为我是巴勒帮，想他之后会找到新的恋情。啊，他听到我讲，他今天语气不太好。啊，他听到我讲，他说他需要思考一下，因为。我开着紫色的车，然后我不是过不去，他以后很难找我之类的。抱歉的女孩，我的正宫是丹尼斯，因为他第一个找我，跟你们在一起，我只是为了奖励。哇哇，火车失事，差点就要变成那个韩剧了。哇，然后那个我直接跳到后车位，那保护他，不要死，然后开始放韩剧音乐，然后他在那边哭。然后慢动作，然后拉近，然后放一些很亮粉的那个滤镜的，呜，然后后面放工作人员的名单，然后就放下一集预告，然后我在医院躺着之前，所以啊，分镜都被想出来了。好啊，谢谢，不是说你啊，卡，怎么说卡尔啦？他真的喜欢上我了啊！你喜欢上卡尔强森，你就输了。刚才跟他愉快的时候，他一定会说：“你可不要觉得你这样就赢了。”哎，紫色何必为难紫色？我没枪哎，算了，你有把我枪啊？算了，有那个好心路人来帮我，再自己补几枪。这也是 America， 我要怎么做是我的自由。小姐，你怎么不理我？哦，没有。我看一下后面保险杆啊，他不爽了，我没上车啊。哦，他出来了，他今天比较害羞。Okay, let's move. 啊？哎、欸，白痴哦，他在哪？哎、欸，我的女朋友在哪？我要把我女朋友找出来。我跑了这么久才发现，其实刚刚根本就没有女朋友，我根本就没跟女生约到会，也没有去她家，这里是哪里？这是很寂寞的女鬼的地方，女鬼住的地方。她比较喜欢在车上的我是吗 ？Every lady， 哦，现在终于会显示红光。抱歉，后座撞的有点烂，就是让你比较好开门。Dancing is bad。小妞，我又来一次了。哎呦。Yes。最喜欢飙车了，那我们假装我们是农耕车，让他推着我们走好了。啊，算了，他不喜欢这样，他不喜欢推着我们，他不像那个不像火车一样那么冷血无情都不会停，对吧？火车，我在那个地平线六，画质真好。Horizon Six 是 SEX， 不是 SIXU。啊，没有了。咖啡。Yeah, for sure。我车的时候变色了。我说变颜色不是变成色。怎么这么好听呢、啊？啊，哎，尊重。那边怎么好看？直升机。但是我不管，我们好看车不能就这样抛弃。哟。Hey Carl, it's Elena。啊，下雨了，快进来。Let's go for a little drive. Yeah， 最喜欢车速了。Horizon Six。You calm down. 我 calm down 啊！你要让我 calm down 的方式就是让我去你家 calm down。Carl， you must think I'm a bitch. Oh, why？ 不要这么自卑了，你是可爱女孩，你是叫声。啊，他好可怕啊！不愧是那个农夫出身的。你随便拿枪射人，你怎么闯进我的农耕田里面？然后拿散枪合法射杀你，
不要说自己是 B 曲的，你叫声是我听过最好听。也许还有一个我没听到，因为那个要之后主线解锁。哇，下雨天盖过我们两情相悦的声音，多么的浪漫啊！还打雷，打雷仿佛暗示我们那个我现在那个这几集 GTA 那个约会片都是那个吧？色情频道了吧？没有画面不算吧 ？YouTube 只有那个色情的声音是不会侦测到的，要不然怎么那么多？甜的 ASMR 对吧？对吗？我怎么知道？我有时候会看啊，我有时候可能会花钱买啊。越讲越糟了。胖男孩回来了。Hi, beautiful. 他怎么那么了解我？最近很想谈心哦，女孩，他很享受在稻田间甩尾的感觉，漂移。他爸爸当年都没这么对过他。他爸爸当年只开那农耕车在上面飙，爸爸好慢哦，车速好慢哦。现在终于一个好男人可以完成他的那个飙车梦想。哎呦，那个人就是卡尔·强森，电影运镜。哎呦，完成他童年缺乏的那个车速父爱。呦，绕一个麦田圈。喵喵，太精彩了，他很开心。好啊。这样漂移还蛮屌的，一直漂，是我也爽死了。今天玩得很开心。Cool。哦靠！啊！变男的在干。Incredible！ 哈，我什么 ？I owe you， 我欠你吗？我们是互相舒服，没有相欠这回事。还有两三次就结束我们这段。最甜蜜的感情了。下一次交女友时间就是 CJ 教你交女友环节，就是等那个主线接到一个赌场女孩吧，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之后可能有些游戏特别安排一下路线，我都会被人剧透一下，我等一下要干嘛？所以你知道有时候要演戏嘛，就是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觉得我以后玩下去都要一定要先看一下攻略，才不会玩得太愚蠢。因为我虽然我是不怕剧透，但是还是会多少破坏一点那个当下的感受。就是我感觉不会很差，但是看的时候感觉又不同，观感不同。嗨，哟，这种男友你不要吗？我先拿走了。哇塞，他怎么这么了解我？一直开车又开车，真是爽！是不是有 bug 啊？还是他我刚真的讲那些话，真的戳到他的点上了。你凭你是荧幕前的玩家，却这么了解虚拟的我？那我在现实面就是很会通灵 VTuber 的通灵师，没有了。啊 ，Tough guy， 哦，他觉得我是硬汉。我这样开很帅吧 ，Girl？ 说真的，我这样开真的很野蛮。哇爸，我车子自己翘起来。嗯，当然好 ，Of course， coffee， hot coffee。Incredible! You should pay for this. 剩一次了。我们的 CJ 应该要那个啊，那跟他舒服玩，就那个把钱塞他身上，那很有趣的画面。不要再自杀了啊！他们已经觉得 Los Santos 这个地方烂透了，我要快点投胎到滚打阿斗 Six。谁不想？最后一次要表演最后的特技。但我觉得没有翻车就是魔法了。他还是跟我保持了一段距离。哇塞，一直飙车，你是爽死我吗？比在床上还舒服啊！让我帮我省好多时间的女孩，他已经觉得这个卡赫强森是不是其实不想一直吃东西，不想一直变胖啊？对，他说你是不是被那个健身 bug 影响？对，你好了解我。飙车就好了，卡赫，我要的不多。我要的不多，我只要你跟我短暂的相处就好了。你能带给我的快乐，比我以前的童年还要快乐更多。好，可以带他离开了。啊，我发。好啊，当然好啊，那吃不好。Let's have some coffee.史威特已经嫉妒死我了。这段期间我过得是多么的淫乱，我过得众神般的那种
那种床上生活哎。我要换她的衣服，如果换她的衣服可以健身，她就是我最爱的女性。丹尼斯不能忘，可是那个火场的那个共同患难记忆，虽然火都是我在灭的，搞不好回Golf Street就可以健身了。丹尼斯，抱歉，今天这集没有要找你，因为那个今天那个时间篇幅有限啊。农村衣服，哎呦，哇塞，好辣啊，背心哎，今天就过的那种假务农生活，刚来到这里，好壮的那个牛仔啊，通常这种都要拍 gay 片哎，拜托让我健身吧，我真的很想瘦，哎，我付了健身费，我一定会去的，哦，可以耶，妈的警察烂衣服 ，what the fuck， 开始瘦了，好，算我先去尿尿一下，真的有点快尿出来。你好，我回来。不要每次尿尿都跟我们讲吧。抱歉。哦，我的肩累了。Here we go again。那好，这样简直差不多，要不然我要变终极梯子难民了。好，让我们会做的一样，解一个主线。把女友，妈的拔大班，我紫色的呢，我们现在已经改头换面的，算，我要释放我的技能了，我的技能就是，这里是我家的农场，你们快滚出去，要不然我就要开枪了。这是身为农夫的技能，你看头好硬的，这变成 RPG 游戏，农夫，我那农夫的那个技能就是，这边我会画一条线。然后这边都是我的那个农场，你一进来我拿散弹枪轰你，合法杀人。你看现在没警心吧，合理吧？好，我把这台车改绿的。没想到穿警察衣服会害我做不了健身，还会破图。可惜他长那么好看。之后我们那个秘密行动把它穿回来，没有，我这集想穿，我每次都想穿新的，但是我真的蛮想穿警察衣服。这集先穿 cowboy， 真正的务农 cowboy。这也不给改，破车，只能去特别的店改了。只有这家店可以接受我。看什么锅水颜色，看起来也不太，怎么不太绿的感觉？有这么亮的紫色，竟然没有这么亮的绿色。好，这已经是最锅的颜色了。好，我刚不是染绿色吗？啊，出来怎么变成 bug？ 算了，换个烤漆好了，都换一遍好了。但好烂哦，它这个不是改它外面，它是直接那个稍微调色的感觉，好废。算了，第三个好了。我们只能当一小点的 Golf Sweet， 不明显的 Golf Sweet， 还有点黑的绿色。好，这不是重点，直接主线吧。让你久等了，我预测这集三十几分钟。保险杆颜色不能改啊，只能给它随机变色，很看心情。好久没有好好开车欣赏这片风景了，但是我是不会让你们欣赏的，因为我要剪掉这些画面，要不然节奏会很慢。哎。终于正式的来这个山岛了，希望我车不会不见呢。哦，晚上也蛮适合。哎，这样子好帅啊，他那个背心这样穿，很好。正门是在这里吧？对。我很多身份，杀手47。哇塞，今天可以开豪车出？哦，没有，在驾训班外面就有。哇塞，电动扑克哎。幸好这些不算100%，因为我超不会玩这些赌博项目，除了赛马，靠赛就可以。怎么说电动扑克、啊，一定好玩的赛马吧？什么？你的赌博技能不足是什么意思 ？What the fuck？ 赌博也有技能啊？我看起来不像赌客嘛？不管了，我要找我们的老大。现在不是这种瞎晃时间，时间紧迫。交个女友竟然可以花快一小时。那对不起。Do you realize how much those machines cost? We're supposed to be opening it. What the fuck was that? Hello? Hello? What the fuck is wrong with you people? Boss, CJ's here. Carl, glad you can make it. So, this is what you've been doing. Yeah, it's been a complete nightmare. 刚退休回来上班。You want a stomach ulcer? Try opening a triad casino in a mafia-run town. The mob trying to squeeze you? Yeah, the corporations are moving in, and everybody's feeling the squeeze. I've had slot machines busted up, workmen being scared off. So who behind this? Huh? Well, there are these three mob families operating here, and each of them has a stake in Caligula's casino. And some whacked-out lawyers running it for them. You could be any one of them, or all of them. Can't you just give them a little something? No.
In addition to the usual authorities that need bribing, each one would want a slice. And I'm not about to hand over all our profits to some wise guy Italians. Our profit? That's right, you heard me. I want to offer you a share in our casino. 人真好哎。In exchange for some help setting it up. 就这样而已。How's that sound, partner? 听起来很容易，我要杀人。We got a deal then. Deal. Boss, the boys found some thugs trying to smash one of the deliveries. We caught one of them. Get rid of him. 你惹屋子就是惹了我。Whoever's behind this, we need to let them know that they're dealing with full-fledged psychos. Tie them to the front of the car, let him sweat it out a little, and I'll be out there in a little while. 我这好像一个退休的杀手，然后现在又回归，这才是属于我的地方。See if we can make this guy squeal. 现在 CJ 开始很有架势，已经什么都会，因为他开自从开过飞机然后跳伞之后，现在好像都很冷静判断形势。Hey.Hey, who the fuck? Who are you? Untie me, huh? 是我，我回来上班。You know I think we're gonna take a little drive. What are you fucking stupid? I'm not joking here. Untie me, motherfucker. 哥没绳子绑住你啊。I think I'm gonna leave you right where you are. 得苍蝇了。苍蝇粘在上面。You got any idea that peeping head of yours? Who the fuck I am? Nah, but I think I'm gonna find out.吓吓他，但是会撞死他。欸，开车我最会，载很多女友我已经试过了。Too fast, too fast！ 你不知道我载女友们开的有多快？哎，你想开上去啊？好啊！啊干，他身体被切两半，真太邪心了。那边只有机车上得去。Oh man, this is too fast！ 我是刹车当，一顶这台车。我想要 speed run， 快点开一开，让他受惊。太快，太快了！你竟然被一个退休的农夫吓死了！哇，怎么开一开三颗星？哦，这样是犯法的，我都忘了，我都忘记把人绑在上面算是犯法的行为。啊，干你啊！哎呦，什么笨石头在那里啊 ？Rock。Need more speed. You think this is scaring me, huh? Man, this shit don't scare me, asshole. Oh man, this is too fast. Oh shit. 啊，你没事吧 ？Too fast， 高速行驶绝对能吓倒他，好恐怖哦！这个大甩尾。啊，没吓傻，还差一点吓傻他。好，我们带大家回去吧。他已经重拾招了，已经拉在那个我们的那个挡风玻璃上了。啊，他怎么不做一点 reaction 呢？怎么他窜尿了？哈哈，白痴。Oh shit！ 哈哈 ，What？ Oh shit！Oh shit! Oh shit! 这个傻蛋竟然自爆家门 ！Oh shit! What the fuck? 被我载到，你真是赚到，是退休老手哎！这衣服品味一点就很角色的样子。那今天还没揍人呢，不揍女人，揍男人。我只揍这个疯狂警察。哇塞！你想帮忙是吧？我们穿格子衬衫的，没有必要为难穿格子衬衫的吧？哎，对，啊，我改车没了。哇哇哇哇哇哇！哇，这游戏改车只能改一下，然后好爽，一下子爽了。至少我们有在车上留下美好的回忆，对吧？不想住这种地方，我要住一点高级住宅。我们要身为那个有钱人的自觉，但是我们穿的还是要很朴素。呵呵，这种感觉。你住哪 ？CJ 金字塔里面，哇，只要6000块，因为这是什么很廉价，随时会被绑的那个，啊、好丑的脸哦、喔，随时会被那个人口贩卖的好地方。没有，我们靠那个目无子的关系。这边才6000的，这么美丽又这么香的感觉，啊，是要早上好了。然后这集教女友讲了一大堆骚话，然后玩主线也做一大堆坏事，帮助民众，然后练很壮，然后把它变瘦。好，这集就先这样了，我们拜拜，我们体脂战士减肥成功，换件衣服就成功了，拜拜。